很低美啊。可是我们穿白色服装，不行，我经纪人你吧。什么？因为我里面会穿黄色的。这样太美了，这我不能接受。其实我第一小我很好开心，因为其实我演的每个角色都是我用心的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家人，都是我的老师，所以我非常开心。但是余德不得了，就我很开心，因为这是死亡。我讲应该就会，我妈应该会难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妈曾经发下豪言说要叫我离村，如果我离开村，她就要吃我的水席。所以呢，你妈妈现在存钱呢？哎，我刚想到应该是我的钱包。其实我就告诉你，说无论我有没有钱，我都要去爬嘉明湖。我立刻把小孩送乡下去七天。我在游泳池，然后游完之后出来，然后看到100多个讯息，我吓到，我以为是什么很紧急的事情，然后就打到我公司，然后说：“哎，你录我的这样。”就在操场中间，哇，这样子大叫，然后全部人都来看我，然后赶快戴口罩。你在休息吗？我在休息，其实我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很紧张，但是我希望我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岁数。重症，但是我还是很不冷静，所以我就想，好，就是去保养一下脚，这是蛮好的。然后他就去里面听到亮亮亮，然后他说，那个，丁一姐，你的手机是脚出来了，然后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然后他说，看一下字也很少，我就说，好啦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入围的。谁不想拿奖？我说真心话，谁不想拿奖？即便你拿了几个奖，你还想要拿奖。而且我会觉得这一次的拿奖对我来讲意义特别大。我觉得要证明的是这个戏的题材是被接受的。我想拿奖，我真的平常心，我没有想过就是会拿奖。妈妈比较想，我妈超想我拿奖。我妈就是一直在研究说那天幸运发挥是哪边，然后那天什么。幸运数字啊，然后什么生肖对冲什么的星座什么，我妈有交代我说要买掉公司的那个星，所以会算不错。他应该已经买了，还没有看到十元。完了，明天他们的标题就会是刘洪斌要穿红内裤参加青葱奖。说不定其他四个人看到也都一起穿啦、啊。对，冠廷你买了吗？那你的衣服有很像吗？还没定，还没有定。希望不要是穿第一美，穿第一美啊！可是我们穿白色服装，不行，我经纪人你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里面会穿黄色的。这样太美了，这我不能接受。这层面做到一样，流水席啦，贴流水席。这是要请流水席，妈妈都说我妈应该经常去，你们要去吗？没有，我觉得那个地一起会去啊，他们去啊，超远的。我家住彰化，我骑不骑车都可以。那你真的要骑车来？彰化，我从彰化骑到玉龙 ，OK 的，你先拿下来好不好？那你10万块要不要？5块钱会分给你。哦，我还是妈妈，今天骑车。对。